性格有点。哟、哦，好神奇、啊！一、二。好，刚才呢魔术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其实呢它就是用到这个茶水变色的粉末啊，它是一个魔术道具来的。好，这边呢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需要提前把这个绿色的啊，绿色是变黑的啊，可以让茶水变黑的，我们提前抹在这个手心上就可以了，抹薄薄的一层，一点点就可以，不需要太多啊。好，然后这白色呢就让这个茶水变回原来这个颜色，就是变白色啊。好，也是一样，涂一层层白色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这个工作之后呢啊，我们藏在手心，观众是绝对看不出来的，对吧？他肯定不出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呢把这杯子往上一晃动，诶，它就可以变成黑色，非常神奇啊。好，效果非常好。同时呢我们可以跟观众说还没完啊，可以继续啊，往上这边换一只手之后呢，诶，这个白色的就可以让茶水变回白色，非常神奇啊。好，当你们表演完以后，剩下那个茶水记得一定不能喝哦。